等于讲不孝父母敬神无用，算水嘛只定挂住更大条，老大人是要抢地盘就靠伊，不老祖是要哪通过算水嘛的考验，是什么款的得来本会？原来是得个正白痴不孝祖甲白眉女牵连，老大有路算想要还多大爱，白眉女搞法多帮助龙主回头呢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到拜五暗时七点半，细说台湾，算水嘛都不孝祖。